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入围的名单已经正式揭晓了。新闻局表示，透过这个奖项，希望挖掘出更多的本土音乐创作人。谁这么厉害，可以把王洪恩还有台语小天后孙淑媚聚在一块？答案就是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。那么由新闻局、那么客委会、那么原住民委员会呢，那么一起来举办呢，让很多的音乐的朋友、爱音乐的朋友呢，那么投入更多的母语的创作歌曲。河洛语、客语和原住民族语入围名单全部揭晓。不但让大家听到更多好歌和他们的努力，这样的活动可以一直继续下去，因为可以发现更多的人才。像我这次专辑，我真的就找了很多之前我们原住民语得奖的一起来合作，因为你会发现说音乐性会更丰富。想要知道奖落谁家，新闻局说必须等到八月决赛比完才有答案。民新闻家梅全家阳台北报道。